香港嘅朋友，你哋好，我係李嘉玲，而家係 live 嘅，唔係錄影嘅。Hello Terrence，Hello， 我想同你同你講，你真係唱得好好。你唔係睇曬啊？我睇少少。哇，好得意。我諗下，係真。好好精彩的演唱會喎，多謝你。我都想講，因為我好耐冇講過廣東話，可以錯過咗，但係我好開心聽到你哋嘅歡呼聲。好開心你邀請我做你的嘉賓，你Do you have anything？ 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說呢？現在把讓你來 leading me。 好啊，首先是非常感謝你，很榮幸能夠生涯上是很重要的一位，所以，对，一定要邀请你。然后今天是我们第二次加场吗？我们是又加场，所以真的是又加场，人又加了。又加场，广东话都是有加有加场系咪？系啊，有加场。多谢你。OK， 我讲翻国语。这个是林家谦的第四开红馆的演唱会，哇，就开了七场。先来唱一首，我觉得，我和 Terrence 一个非常重要的歌，从来都没有想过，第一次出广东歌，就可以有一首一直让好多的人一直唱的一首广东歌。现在我们唱给你们听，华语歌。等等，唔係好緊張，係我要好好享受。OK。哒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 ，Three four。原来现实与那理想总不太同，在谷底哪有天河，挨下去别放弃，日日说根据证明无用，绝非街头那you、yeah.
想能更晚，凡事都很晚，亦能愉快，才是上高几届。我现在想呢，要用什么方法？其实我从来以前都没有试过用这样的方法。你们知道吗？刚才我在唱的时候，我是不知道你们现场发生什么事情的。我就是耳机听着这个我的 CD， 然后我就跟着他这样唱出来。所以可能要有，我不知道这个演唱会，能不能录影？但是也许导演组可以拍给我看，因为我想知道刚才到底是什么感觉。很期待哦！刚才你们听到喜欢吗？喜欢，好酷！现在我看不到，我听不到。OK， 都系公分国语啊。广东话好，都可以挑战下广东话嘅。好啊，我觉得。林家谦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其实你们知不知道温柔其实是一种很 powerful 的特质。特质。personality。是吗？是。所以呢今天这个演唱会完了之后呢如果你们可以记住一种感觉的话呢你们要记住温柔是一个好好的东西。我们都应该要好温柔去生活去做所有的事。我觉得其实
因為你開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場演唱會嘛，所以可能有啲觀眾朋友係唔知道我係邊個，我係邊位嘅，我叫做林友嘉喎，華語動漫係我嘅歌。OK， 接下來呢，我們要先講一下這個，先換。Switch to another channel，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唱这个歌呢，也是林嘉谦写给我的一首很重要的歌。你知道吗？这首歌呢，非常的鼓励人。我想 Terrence 的年纪比我小蛮多的。今天没有吗？没有，差不多。差不多吗？多 OK， 没关系。我三五岁，你几岁？你确要问吗？三十吧，还没到三十一。OK， 三十。我相信呢，今天在场的很多观众朋友，也许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年纪更轻的。但是呢，很多时候不是只有年纪轻的人才需要勇气去面对未知，不管几岁的人可能都需要勇气去面对未知。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包括嘉谦，包括可能导演组，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工作，我们可能甚至有人还没有找到工作，每个人会去拥抱的那片天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知道自己的珍贵，而且呢，当你要去面对这个很未知的天空的时候，希望你有勇气。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唱这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叫做《飞》。这首歌真的是 free tempo， 所以麻烦 Terrence 先给我一下这个前奏。好，是就让一面的风把烟火都吹散，人们觉得飞不回头，不害怕。
我会期待沿途有多精彩。谢谢你们啊，让我参与一个这么精彩的演唱会。最后我想说，这一两年呢，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其实这个世界一直都在变化。我想明年也会有变化。如果明年有一个变化是，我要去红馆开演唱会。多谢你，多谢大家，谢谢。